哇哇哇哇，过，可以了吧？哎呀，哎呀，过到了。Hello，我是凯，欢迎回来方块方舟。那今天一开始，为我们这个石头人改一改名字，小泉石，跟我焦土那个石头人的名字一样，也是我宝可梦最喜欢的宝可梦之一吧。哈，那我看到有位朋友就叫我改，他叫艾伦。其实这名字是蛮，也可以说有点关联了，因为他就是那么巨大。艾伦在方块方舟里，他名字是蛮特别的，叫做元素哥伦。上一集我是不会练了，一直在练过轮，因为英文是 Golem。对石头人这个生物，其实我有很多名字可以给他们。所以，如果之后有抓到，真的是蛮多一下，我再慢慢改也不迟。今天呢，想先来研究这个石油史莱姆培养皿，它其实需要发电机。发电机的话，你就要先制作机床。机床的话，它是需要铁电，目前我是没有铁啊，所以要去打一打吧。这是铁吗？哎，没呀、啊！现在我是随意的挖一挖看，究竟要多深才有这个铁？这里下面一直都是岩石啊，这个可以吗？不能呢、啊。哦，真的是这样啊！哦，这些就哦，风魔石也可以这样拿到。这魔法杖，终于知道它用途了。这是什么？应该也是那些魔石吧，其中一种土魔石，这里好像蛮多一些。这不能的啊！铁镐找到了，yes。魔法杖有没有更好的呢？就是比较快一点。回来了，烧一烧。这个铁东西做到了吗？啊，可以制作，可是我要放哪里呢？哈，这个桌子拆掉吧，暂时也没什么用到，放这里是可以的。不过好像有点奇怪，哎呀，因为它不能靠住那个墙壁，也是一个问题不？没关系啦，暂时这样。熔炉、汽油，去哪里找石油呢？哦，原来那个甲虫真的是可以有石油，只是要将它弄成那个巡逻的模式。甲虫，我将它放在那个史莱姆后面，哈。这个空间大一点，可以吗？然后巡逻，他应该是走不出去吧？这个希望吧，我是怕他乱乱走。食植巨兽门，好的，需要100个木头，我去拿一拿。剑龙身上有吧？接下来又要抓东西喽。顺便来试样东西，我放一放这个魔法的土块。哎呀，它这样是可以还是不能呢？这样呢？啊，可以吧？来种一种这个魔法树啊！嚯，它是漂浮着的啊！哼哼。看起来蛮，怎样说呢？好像一些恐怖游戏的场景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巨兽门有多大呢？嚯！哈，那么夸张！哇，我要放哪里啊？就这里吧。哼哼，这门呢，它是不是？当有那个生物，就是我们的宠物，
接近的时候它就会关起来呢？我看别人是这样，就是撞一撞就可以，还是要按什么啊？也是要按一啦，点击一就会变成是你要关门，而不是要跳下来。门有了，我们来坐一坐后面。现在这样的大概是20×20，哼哼，OK 不 OK 呢？空间应该是足够吧，就是让那些生物进来。我要建这东西蛮挑战性啊，我一直要跳跃这样放着上去。为了早上天那么暗的，什么原因？才10点呢、啊。我挖一挖前面的土地，为这需要的泥土蛮多啊，很庞大的一个数量。很危险的一个工程啊，哼，因为我现在是搭上来5格，然后我就跳到下一格，感觉是会跌下去应该就死掉了，哼，才刚刚一半而已。Oh shit！ 哎，fuck！ 哎呀！啊，嗯，我泥土又不足了，这里真的是花了整600-700个泥土，还是700-800个？这次准备了500个，应该足够吧？上面的面积大概需要400个这样。我光做这东西都已经接近1个小时了。其实我是想先抓那个老鹰这样的生物施救啊，差少少，这边来呀，完成它。哎呀，结果自己卡住，卡在这个地方啊。哎呦，哎。顶你的肺，这样的事，终于完成了。我在最下面这里开个洞，就是巨鹰可以过去。我相信那个狮鹫是过不了吧？它那么大只。来，找一找，附近有没有呢？哇，有这个耶，那个石像鬼也是有。不过我先看这个，多少等？2等啊。这个呢，这里有2只，45，应该是可以吧？根据那个危机的那个资讯，他是说30多支箭呢、啊，20多支箭可以，20-30箭这样。现在我是31支箭，来来来，碗快一下他，你看，速度是快过巨鹰的。我也是要奔跑的情况，哎，可是我要走哪里？这边才对。哇哇哇！伤害应该蛮高啊，他。我体力是有了啊，还追着门。哎哎，还差一点你不过来。哎，顶顶顶，另外一个啊，你过来，很快啊他。哇，真的快，真心快！哇哇哇哇，过，可以了吧？哎呀，哎呀，过到了，那洞太大了，糟糕！没有想到，哎，走啊走啊！哎呦呦，速度很快啊！哇，糟糕啊！糟糕！
所以我给他卡在那边，我休息一下，这动不能啊。这样讲好了，这样呢，这样过到吗？应该翼龙才能啊，我试看翼龙，因为我有刚好有带到来啊，翼龙是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我巨鹰放那边，带翼龙去惹那个，是这个吗？哇，好多字啊，一下子。啊，是了，来了吗？还没发现我，因为我也是很怕，哇，很多啊！给他咬一口，我就可能死了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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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，进来，哦，啊，看啊，过不来吧？锁门。OK， 锁门。好的，好的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，来，我接近，射头。二、三、四，哎，五。哎呀，十三角龙，差点射了哈！六、七，哦，走啊他，飞到那么高，死了，啊，下来了，射到嘛，应该也是射到的，只是他会逃走。为什么这里真的是中午都会天暗？因为我是将速度放慢的，哎呀，招式。射是射到的，只是射不到头。来呀、啊！看别人是不会说需要很多箭，希望如此。因为上一集捉了那个石头人，我就没有再做了。哎，来到这里，哇，好高啊！下来了。一直要看的头嘛，是有点难啊，有中，哈，很废啊啦，上下上下，我也很难搞，晕了吗？去了哪里？飞到哪里了？哎、欸，在哪一边？啊，那边太久不射，我也是怕它晕眩会掉，感觉它一直要逃出去了。你看，差不多了，难道？哎呀，没有射到，射。Oh shit， 一直没有射到的。哎呀，一直 miss 掉了我，顶，顶了，顶了，顶了，给我射啊！啊，又下来了，晕了，晕了，哇，在上面的他。哎呀，刚好卡了这上面吧，因为我这个龙它做的不是太好，这龙门，我先拿肉，一堆的肉，然后我叠上去吧，哈，它可能是卡在树还是怎样，上上。上上上，还不够高吗 ？OK， 耶、yeah ！驯养中，有样东西我没有尝试过，就是这个
传送门呢、啊，它可以放在哎，这里可以直接放哦。就在这里前面，传送到动物博物馆。如果我去到那边，会不会影响这里的东西呢？其实这样的屋子啊，它让我想起罗马那种建筑吧，高高的柱子。Yes， 抓到了。哈，哎，为什么它会飞？我现在是要先截个图啊。好的，成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到底有什么。哇，这样多了。哦，它是去不同的区域。那我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看一下。我是怕有 bug 哎、欸，这个就是这一样东西。所以我来到这边。我能出去，还是在这里？就这样啊。啊，就是它有不同的地方返回。比如说，我要去针叶林看一下。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也就是生物，我可以知道是什么吗？啊，没有，不知道它是血，它只是有形状。应该是我要抓到的生物，这里才会更新吧。像你看前面，害鸟那个，还有那个，帝王蟹，我是抓过了啊，石头人，有抓过它就会更新。来看看，你看前面这些，为什么它会成长变成这样的植物呢？而不是那个另外一种树啊？这个真的是好像那个什么、啊？水母啊，我来砍一砍，砍到吗？试看一颗吧。这个，也是会给这些一样的东西啊。来，我们的施救啊，哈，它颜色还蛮像那个石头人的。施救的安。我看一下我的那个材料够不够，铜的话不太够啊，银矿啊，嚯，这里有啊，铜应该不用去到那么低了，我觉得可以上一点吧。啊，其实左上角是可以看到你是在就是多少高度啊？啊，有啦有啦，在上面。铜确实不会太低。Minecraft 在挖矿的时候不是有一些技巧的吗？像以前玩，他们会说什么鱼骨式挖法，可是，在方块方舟里不懂有没有用呢？够了够了，烧一烧，多少个啊？42个，足够了。来看一下甲虫到底有没有呢？啊，有了有了，一桶石油，哎，化肥都有，这样厉害。这个生物我觉得要抓多一点，来做看汽油。我们因为这个皮革是拿到很多啊，一直打生物，总算有用了。4个，来呀，可以了。到底骑这个。大老鹰，巨大老鹰是怎样的呢？啊，看一下，哈哈，感觉呢，它可能是它翅膀很大，很宽呢、啊，跟巨鹰是不同的那个 feeling， 骑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。5000血量，呼，耐力900多，就跟巨鹰差不多。负重700，伤害，我加一加伤害吧。哈哈，那这些生物可以直接抓上来了，不错吧？来拿我的汽油，完成了吧？做了汽油，我看
我可以启动机床了。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，来为我们的施救取个名字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，想继续看下去的话，记得点个赞支持这一个系列。你也可以订阅频道，按下旁边的铃铛，继续追踪更多最新的影片的社群通知。有什么心得攻略或建议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